天来了一条非常霸气的鱼，老虎斑。老虎斑也叫终点石斑鱼，生性凶猛，全身有虎纹一样的斑点，一般生活在岩礁、珊瑚礁。吃起来特别的脆，手挖酒气呀、啊！那不如来一个虎斑美蛙锅，再来点虾，鲍鱼来几个，再来两个腻。你看我这耳环不错吧？上小哥，好像还缺点蛙，走。蛙兄，你的蛙怎么卖？那都给我吧。要不要一起吃饭？喂。我们小哥刀工厉不厉害？太有了，主持了些什么？那来个空客意面吧，这个我吃过很多次，味道不错，特别是番茄肉酱口味的，酱料里面肉超多，口味也是 YYDS。 来煮个面，所有酱料都配齐了，嘴开心，加入配的海盐还有橄榄油，放入意面煮15分钟，煮好了，淋上番茄肉酱，欧芹碎、干酪粉、黑胡椒碎，再来一个黑胡椒牛柳意面酱，牛肉条超大块，好几个口味，轻松复刻西餐定级意面。鱼头腌制一下，下葱姜料酒盐水，让它腌制10分钟，把这些牛蛙腌制一下，葱姜盐腌制10分钟，起锅烧油，来炒个底料，姜、蒜末、桂皮、八角、香叶，火锅底料，热水下酱料，腌制好的鱼头下锅，烤好的酱料，水加满，盖上锅盖煮15分钟。哇！下入虾、牛蛙、鲍鱼、下鱼肉、鱿鱼，盖上锅盖再煮3分钟，出锅。辣椒、藤椒、花椒、干辣椒、葱花，淋上热油。哇，上菜了，今天就主打一个中西合璧，开车。哇，不愧是空客，意面选他总不会错。好吃吗？哇，这只蛙肯定经常健身，我也来训一个。这个腿好嫩啊，蛙兄来一个。又到他们了，来来来，全是表情包，这个给我翻译一下。这不好吧？听说你最近要请假出去旅游，这个我得考虑考虑。这个我应该会，我肯定会喝点，最近才挨揍不敢去，去酒吧喝，母老虎在呢，锅里有鱼，我来了。几点到？等你。8点。